手要穩，心要靜。要追，阿 Sir 話個波仲未落地。書法令我學會冷靜。當你試咗100次，就算打到手殘，都唔可以放棄。唔好怕辛苦，因為你中意就唔介意一個禮拜連續7日。我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波，不可以受伤，否则会连累队友。这些才是团队精神。要赢人先要赢自己，要做好一件事就必须要静心。凡事都有可能，一个下半场入翻4球，反败为胜，赢啊！愈强要愈强，坚持追梦可以令自己成才。你写好咗一个字，就会明白嗰种满足感同埋成就感。我哋深信肯尝试就系创意。眼光要放远啲，理想要放大啲。我会好好装备自己，因为我想行得更远。请问片中书法班各位同学写咗边两只字？